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林。话不多，欢迎你们喜起来，欢迎你们再度回到阿林的频道，我是 UP 主阿轩。我们很高兴你们再次收看《恐龙王创世纪》里面第二集。那么给阿轩给各位带来的这只龙是所著名的食肉牛龙，它全身皮肤蓝色，有个三条来四条明显黄色的斑纹，到尾部之后变成两条汇集成一条，然后头上还长着两只脚，然后身上还分布着一些小肿瘤。虽然阿森这个岛屿上面是台风天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们从正面来看真的长得蛮诡异的，不过倒真的蛮霸气的。This is interesting. Mercy, 各位应该有发现到，我的星等已经变成这么少了，还是有游客挂了没？有游客死掉了，有游客升天了，进毛主席了。总之，阿斌的牛肉在这里做的不错。我之前做了一个小实验，发现他只能放这一只，其他都不能啊。那就是拉近看了，不愧是食肉牛龙，长相还蛮霸气的，说酷哦，长相真的很霸气，但是还打不过暴龙就是了。侏罗纪世界二宇宙国度的电影头牛龙就败给暴龙了，不是吗？ Message from the park administrator. 所以说啊，我说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那个一些问题而已。昨天他的身体矮小，就不适合搏斗了。总之，好，我们现在用他所属的这个区域来看看。我看看下一个，找到了他了。只不过这个草太高了，我们未来也可以靠着模组来去试试看，怎么调。是我的下一个龙，下一个是龙卷风啊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下一个龙是吧，那个下一个天气已经被我换成了，该怎么说才好呢？该怎么说？下一个天气已经被我换成了夜晚，对，我没有讲错，就是夜晚。MarDB 上面都有，别人都在制作这种视频发布了。Can you look after this while I get a soap? 好的，现在我在这个门口旁边弄一栋生命建筑，不是有生命，是放饲养生命用的，就是个围栏啊。有个小空缺呢，来，我们直接把它补上，然后盖上这个。我们看哈。Hi there。四级龙这边不要管它，约巴不要，约巴龙也不要。我看看哈，哪个可以霸气一点？哎，夜晚就会来了。我不换掉 Mary 就是因为那个某个缘故。Hello。好的，那么看来问题目前就留在这里。还有冰医生，我看看他在哪。冰医生。哦吼，我看看，我帮他们拍个照也行。夜晚又来了，哼！拍个照，人体照。妙龙卷风肆虐，哼，安然无恙。Welcome. 好了，我们来去看看，我来呼出一个 message from the park administrator。新的家伙。
他正在睡觉，你干嘛吵？人家正在睡觉，你吵个屁呀、啊！人家夜晚睡觉，你感觉回去不会绕路吗？哈，说真的，这是有颗 AI 侦察，只会照着路线走，不像电影里，不像侏罗纪世界电影里头那种。吼、哦，说到底还是有颗 AI 史上最差。好，我们现在人来付出我的四二龙。出来吧，四二龙。大家不要用什么来给他观看才，给游客观看才好。Message from Ladies and Gentlemen. 出来了。Happy to announce the newest edition. 出来了。四二，对了，这重爪龙出来了，重爪龙。吼、哦，他怎么看汉英文呢？这是其中一只独角，所以说我看看，你帮他，这是其中一个独角。It's good to see you. 来吧， right. 把球放出来，是你牛，是你牛。然后，Yeah， 哇，一口就咬定了，哇！整个身体就呈橘色，然后还有一些红棕色的斑纹，从下巴延伸到背上，还有一些，然后一直汇集到它的尾巴，然后背上还有一排黄色的尖刺。Great to see you again。我看看哪里还能去搞这些，应该就是这里最适合的吧。非他莫属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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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当然我并不会重现侏罗纪公园三那种场面，何况这是我展示魔术的一个地方嘞。恐龙打架不可能的啦，你们以为我会重现那街机游戏吗？并没有，你要瞎掰好吧。老实说，我只是个和平狂人而已。好的，现在再盖上另一个孵化室，下集进的时候就是放有机油的时候了。那么希望各位喜欢今日的视频，我们下集见，再见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